觉得那个安全的拐卖那方面会怎么去教育孩子的呢？只要你不要给他一些陶片给他看就行。陶片。我们不要转话题，我觉得教孩子啊，必须要跟他们说那个严重的性。因为我们家七宝也有过，就是逛商场自己就跑掉，我要告诉他，你如果离开妈妈，对，我有一些是我自己大意，徒儿那时候应该是3岁吧，我就走过去一下，看那个衣服，一看完转过头过去，不见他了，我就立马冲出去，徒儿，就像疯的叫叫，然后我一直在担心的时候，我突然间看见有个小孩哭着跑过来，就是徒儿了，然后我就抱着他，我说孩子你去哪了？我说徒儿你去哪了？吓死我了！然后他说我一转个头不见你了，我就跑去找你了。我就跟他说，是妈妈不对，但是我希望你要记住，以后你见不到妈妈，你不要疯狂去找我。在原地等，我在哪里不见你，你就在这里等我。其实真的是尽一事长一智了，半年前吧。我跟爸爸跟他一起去旅行，然后我们去面，吃完面了，一出门，突然间，咦，妹妹呢？去哪了？不见妹妹了。然后我们立马回去找，我们看见妹妹已经站在那个门口，动都不动。哦，好乖哦。然后我一走过去，我说：“我不骂你，我想夸你啊，你怎么那么聪明呢？你一点都不动。”然后妹妹的。啊，那是你别得意啊，为什么不跟紧一点？对，要跟紧一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有快递的人来，有人敲门，他就会马上第一时间，哎，特别热情。然后我每一次都跟他讲，对我说你，跟我女儿说，我说你要记住，如果有人要做什么对你，你坐在那边，然后抓住那个 MTR 的那个扶手，如果他一路碰到你的手，你说你就走开。如果他要是碰到你身体，你就说你干嘛？知道你不要觉得自己羞耻，还是觉得我们做 MTR 的时候，突然间因为很拥挤嘛，小的那个女儿碰到人的屁股了，然后她说你干嘛摸我？然后那个女生别过去，她听不到，她继续走，她就跑过去，你干嘛摸我？然后我说女儿啊，你人家没摸你，是你头自己中过去好不好？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这样代表他有把你的话放在心里。对，那其实即便是这样的安全的教育之外，我觉得也是重要的，真的，要不他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一点矫枉过正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让他们。Hello。在征得妈妈们的同意后，小朋友将于明日被分为2组，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进行安全测试。何杰组、蔡少芬组在大本营进行家庭安全测试，胡可组、迟亚玲组将外出进行户外安全测试。妈妈们可要保密哦。好的，好，明天就这样子决定了。现在妈妈跟你们两个说好，坐好。飞了耶！如果我在门口说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你们就开门好不好？开开，妈妈要进来。对了，然后我这样唱了，你们才可以开门。如果没有这样唱，如果是妈妈的朋友还是妈妈的叫那些人过来接你们，我就会告诉他们这个signal好不好？如果没有人唱，能不能开门？死都不能什么？开门。好了，我有一个东西要处理，现在我要出去了。I love you。锁门呐。OK。Hello。哇。真的。然后开门出来了，出来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去了，被抓回去了。一个是 A， 一个是咩 ？B。你讲咗一个咩 ？Trick。Tricky, may, tried, crow, else, mea, else. 你刚刚把我手抬到。Pretty, not beautiful. Must be able to sing. Able. Fox added, not about. Not about is. 我自己讲的，家姐。OK. 你本来好。好爱我，现在你不变了，好不爱我。他说你很爱我的，你现在变了，你不爱我了。我把这 sorry 都来了。Sorry, Chloe。那开始了。好。
神秘的 NPC。哦，神秘的 NPC。Hello，Hello NPC， 我是七宝的妈，然后就辛苦你了。哎，他好乖耶。They call my。叫他肯定会给骗到的，男孩子都喜欢小美女。真的。他是陌生人哦。嗯。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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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你的。一会儿你跟他讲，你想一下呢。我觉得你昨天讲的特别对，很危险的事情，不然你看我儿子，他都在他自己买，好聪明啊！他房里面的东西都不给，对，他就给外面的，他要给他自己的玩具，因为刚刚正好把玩具拿到玩具房去了，叫他把所有东西都裹在那个被子里面，然后一裹要带走，对，可以吃的，你跟他讲这是我的，你跟他讲这是我的，我要拿，他会不会哭啊？不管，不管，是他自己放进来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必须要让他明白。那你之后要跟他说，以后不要开门了，要不是以后都会哭的。哎呀，心疼死了你，你肯定心疼死了。这次是好事，因为让他们可以再意识到家里面的安全。七宝我明白的，因为他比较小嘛，他们俩我觉得有一点，有一点，我之前教他们的东西，要真的是面对的时候，可能真的有差异的。但是我对他们也有信心，但是又有担心。你好，辛苦你了，你快点过去试探他们吧。好的不得了啊，已经开门了。嗨。Hello， 我是给你们送礼物的姐姐，你们可以给我开门让我进去和你们玩吗？这个是你们最喜欢的小马宝莉哦。啊，这个他喜欢。这个他喜欢。妈妈说摆在门口。那你？可是我想和你们一起玩呀。摆在门口。可是放在门口它会飞走了，这个气球。你放在门口。你看嘛，它很轻的，它就会被风给吹走了。摆在门口。你看姐姐这么可爱，我不是坏人的。对不起，我妈妈说一定要摆在门口。我也想跟你玩，但是妈妈说一定要摆在门口的。姐姐是那种可能就是不想让人失望吧。因为姐姐是不太懂得怎么拒绝人的，所以她妈妈跟她说不可以的，你把东西放好吧，你就这样子吧。那妹妹呢？我想问一下，妹妹可以让我进去吗？可以，可以。可以给我开门吗，妹妹？不可以的，妈妈说的。但妹妹呢，完全你看得见她的行动，就是还跟她说什么？哎呀，走了，走了，走了，然后自己走了，你明白吗？你说我跟你唱一首歌，你就放我进来好不好？你唱那个红豆，大红豆，绿豆，不是那个是 secret 歌，你要知道唱了给我们听，我们先可以给你进来。那你告诉我哪一首，我唱给你听。那你告诉我，然后我马上就唱给你听。小兔子乖。可以。姐姐 stop 他了，姐姐害怕他听到。那你说，我现在就给一颗糖给你，你先吃那颗糖。我这还有糖果，那你们先一个人拿着一颗糖好不好？可不可以看你吃？你要不是这样子吧，我进来，我给手机给你看，我再把手机也给你们一起玩，然后给你们听歌，给你们玩游戏，好不好？但是妈妈说不可以。那你不想玩手机吗？我刚才给你妈妈打的电话。好，我现在打给你妈妈。我现在打电话给你妈妈，然后妈妈让我帮你开门啊。你跟我说那个号码是什么？号码吗？对。号码是什么呀？我看一下啊。那你先给我说，我看一下你说的对不对。你说完我先说。看这个难度系数马上就升高了，差距立马就显示出来。那你叫妹妹过来，那你叫妹妹过来。可以过来。啊，又来哦。你告诉我妈妈的电话好不好？然后我打电话给妈妈。我自己打。嗯，那你告诉我，
告诉我妈妈的电话，然后我打给妈妈。我积极的。可是这是我的手机啊。啊。然后我就跟你说呀。我也没想过他们真的今天人家说你给我那个电话号码我帮你打电话，他说你拿给我我打。其实我这一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不可以告诉人。这个我真的觉得姐姐很聪明哦，所以姐姐这样子就是临时的这样说嘛，其实真的是让我有一点意想不到的。他们应该不开了。对。好好好，为什么那么多东西在这里啊？我说姐姐不可以了。你开门啦。啊，拜拜拜拜，那我走了哦。好，等一下你们自己拿啊。知道。等一阵，把Chloe等一阵。他现在说要等一下才开门，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开门。我好意思去门，他可以走，我还拿走。Chloe。进来呀、啊？唔系呀，唔系佢走咗。什么？你说清楚。他走的时候，我们就拿进来。他走的时候，你怎么看见他走了？你一开门，他都好像那个豺狼这样子，然后就把妹妹抱走了，那咋办啊？啊？所以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但是你要记住，除了妈妈跟你说过的东西，你谁都不可以开门，知道吗？嗯、太危险了哈。一个忘记了，你一个提醒他好不好？好不好？你也提醒姐姐好不好？妈妈，你是姐姐啊，你要更保护妹妹。妹妹，你是妹妹啊，你要保护姐姐，知道吗？我有啊。但是姐姐开门，你要应该阻止她啊。你说姐姐真的不要，万一有人就躲在后面，你看不见那咋办啊？哦，你没教过我哥哥的。我没有教你啊。哎、对不起，我没教你，但是你们下次知道没有？嗯、我现在有没有教你们？有，我分享你的那个。好吧，那今天你们输了，过来给我打一下。都是赢咗哦。赢什么？我哋咧，我哋都冇开门呢。开啦。冇，佢都冇开门嘅。你说他没有进来，但是这些是什么呀？所以现在所有东西你们都没有了。Sorry， 妈妈接受，妈妈也理解，妈妈会接受。可是 Sorry 之后有后果，明白吗？这些东西我全部送给其他人了，你们一样都没有了。本来这些是妈妈叫人。姐姐有一点伤心，因为她很喜欢那个星星的。然后到刚刚睡觉的时候跟我说：“妈妈，我很想要那个星星。”我说：“我知道，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后果，你必须要承担你们自己的责任，这样子他会牢牢记住，比你骂他100次，你不能这样，都比他这样好，来得更好。对呀、啊，给山区小朋友，给山区小朋友，但是你是不是都爱我？对，我永远都爱你们。我告诉你，妈妈跟爸爸爱你们爱死了。你们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跟你爸都会疯的，你知道吗？我们会真的是很担心，而且会疯了，真的不想活了。哇，好像哦，你看依依弄得那么好。七宝，七宝，所以我把那个小兔崽子揪过来，过来。那我把酱油拿过来。哎，谢谢你，谢谢七宝。嗯，过来。
七，宝坐下。你的脚不可以这样呀。哦哦哦。你没有跟人家解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因为你的脚会有一个为什么长的，是不是？对。然后你他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有他吧，好不好？no。很好吃，吃多一点。要吃芒果。我不是我说的面，吃多一点。不是我说的面，吃多一点。能不能这样咳嗽啊？一会怎么去他吃的？啊？他去找果冻。你水果都不是你自己吃了，吓死人了！我叫你怎么咳哈气的？我怎么叫你的？啊！你很喜欢吃水果哎，太热了。对，然后身体也很好，吃水果其实对身体好。阿姨，芒果，谢谢。过来。七宝是不是好可爱？七宝的妈妈是不是更？妈妈什么时候去飞呀、啊、I believe I can fly。 紧不紧张？喂，姐姐会不会很害怕？我一点都不怕。很好玩的，我不想飞。大姐先来，小心啊，别掉在水里。拿住，拿紧紧啊，拉紧啊，好绑紧哦，拉紧哦，拉紧他哈，麻烦你了，姐姐可以放手。What？ 放手。哇，好酷啊！哇，翅膀，你看，你连飞起来了，好棒啊！哇，姐姐，松开手。哇！远近都看不见了。妹妹好厉害的，她跟你一样勇敢。拜拜，拜拜！你看妹妹不停的笑，高一点，妹妹，你看妹妹。你想再飞多一次啊？为什么呢？你不害怕？我害怕。七宝，我不想。你想玩？我们是不是回去了？回去吧，回去。我们到岸了。姐姐不能过去。可以过去的。姐姐不能过去，不能过去。我没有过去。不能过去，不能过去，有海浪冲着你。他
他们三个干嘛呢？你别过去啊！我都没有。别过去，姐姐不能过去啊！我去看水。姐姐，我不是过去。姐姐不能过去。我不是过去。妈妈，怎么了？怎么了？哎呀，早晨给吓过了，所以现在害怕了。可是他，我叫他他又不出来，叫他也不出来。那你换一种方式叫他嘛，对不对？我在想，耶，如果妈妈他们都走了，剩下他们两个跟一大堆陌生人在一起怎么办？然后我就怎么了？怎么了？你站在那边干嘛？你看看妹妹，一个人很可怜，你过去帮她，过去坐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她好像在看我呢。好像做贼的感觉。快点开车，走了。但是我觉得那么近，他们会不会看见啊？不会啊。我很清楚听到你儿子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西宝，我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你就要在这里等一下妈妈。我跟西宝说一个东西。浩宇，你帮我抬去七宝，七宝。姐姐好像去安慰七宝去了。啊，真的啊？七宝在哪？七宝，我帮你找妈妈。要找妈妈。想要妈妈。我知道你想要妈妈，但是你要等在这里。他想安慰的，不知道他能不能够胆量，有没有胆量去安慰他。西宝在这里等妈妈，妈妈在，我等一下帮你找好不好？等一下找妈妈吧。过去吧，过去，过去吧，过去吧，一会儿见，拜拜。西宝，我看到妈妈。怎么哭嘞？来，走，我们下去，阴凉点的地方啊。流鼻涕了。流鼻涕了。如果平时跟妈妈走丢了，然后身边还有朋友的话，一定要跟朋友绑在一起，知道吗？嗯。一定要跟朋友在一起，因为人越多，我们的力量越强大，知道吗？我的力气小。你的力气小，但没关系，你有两个姐姐呢，对不对？嗯。你们要在这里等妈妈吗？对。好。你们两个要乖乖的，好不好？一定要在一起，不许离开对方，好不好？对。好，拜拜。你看到两个姐姐没有？一定不可以离开原地，对不对？走，芊芊。他说跟他说是回大本营，然后他们都不走。哎呦，等一下真的要亲死妹妹了。哎呀，姐姐也是没有让我失望，没有让我担心。那现在要不要找一个人去问他，跟着我走一些啊？陌生人，叫一个婆婆也好，男生也好，男的，随便找一个男的吧。对，我其实是挺过分的一个妈，因为我觉得反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当然要，就是最核心的那种嘛。你好像经过的感觉，然后看见他们，你就走过去问，哎，小妹妹。你们在干嘛？是不是在等人啊？你看他们怎么说。小妹妹，你在等什么？我在等妈妈。你在等妈妈呀？我来带你们去。要不然我带你去吧。不用了，谢谢。我还知道你爸爸是谁，叫江静，他也来了。你跟我走。啊，我是你妈妈和爸爸朋友，你爸爸是叫江静吧？你还想在这等啊？没事的，要不妹妹你陪我来。哦，都不要去啊。
哥哥，请你吃东西啊，有冰淇淋。那边冰淇淋很好吃的，要不然哥哥给你买点。你们在这里很热很闷啊，妈妈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要来。啊，幸好有 QQ 星是吧 ？QQ 星。我没有发现。啊，有风扇。要喝的有，有风扇也有风扇。那没办法了，那就好吧。他们已经通过了这次。哎呦，我爱死他们了，把我笑死了，那两个我宝贝。喂。你们在干嘛？等来。哎呀，宝贝，抱一下。有一个哥哥在这里，他就说我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然后你没有相信他？哎呀，我能不能亲亲一下你们俩啊？对不起，妈妈走了，对不起。哎呦，爸爸。哎呦，我爱死你们两个了。我没有说再见，对不对啊？所以我要跟你们说对不起，你看着妈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不要生我气好不好？妈妈以后走开，我一定会说的好不好？他们真的很乖，真的没想过，对不起，是我不对，嗯哼，因为妈妈、爸爸总会老，然后有一天会离开他们，但是他们两个呢，是有一血缘的，是那么的亲近，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都那么的保护对方。所以我也觉得挺感动的那一刻。